这张卡里面有一点存款，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，这里面有公章、财务章和合同章。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。你跟我报账吗？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，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。以后我挣的每一分钱也都会交给你，买房子买车都写你名字。王一梅，嫁给我吧。该什么日子啊？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，我本来打算等公司发展发展，有一定基础了，才有资格跟你求婚。但我真的等不及了。当然，像我这么一个穷光蛋，这样厚颜无耻的向你求婚，如果你不愿意，也能理解。你爱我吗？当然了。爱我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善良、聪明、可爱，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女人，不，女神。我也爱你啊！我觉得你有才华、有担当，论文也上进。他们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。你就同意了？我爱你。关，有一件事儿，别生气啊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，我就没敢买。来，这卡你拿着，你遇到什么喜欢的戒指，你就买，多少钱都行。但这张卡里好像只有2万多块钱。